喜欢你。顾小姐，你不会认为陆晋放弃了庞大的事业，天天跟顾小姐在一起，他就会天天开心吗？对不起，我怕我鼻涕眼泪把你衣服搞脏了。浑身都是你的指甲，随便擦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你昨晚一宿没睡，你怎么能骑车呢？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回去。啊，我说了，我自己回去。你为什么要跟我闹别扭？你做这么大一个手术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这么昂贵的手术费，你不告诉我，你一个人怎么来承担？子轩哥帮我垫付的。钱我会给他的。我会自己还的。我是你男朋友。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分那么清楚？我跟你分那么清楚，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。是我妈妈难为你了，对吗？没有。哎，打扰一下，车还用吗？不用。啊？自己用吧。哎，谢谢啊。我先送你回家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然后我们再谈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在你爷爷生病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多委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在，我跟你道歉。但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在你身边。接下来所有的问题我们共同解决，共同面对。我不离开了，求求你别生我气了，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刘邦跟项羽，你想当哪一个？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？成王败寇，我应该会选刘邦。这个问题很重要吗？走吧。